我跟各位说要带挖机。溺水了，吃水。来，自己选一张，躺下。来来来来来，选一张垫子躺下。下一关叫做是人鱼稳当当，人鱼稳当当，人鱼它是全世界最专情的，因为它不会劈腿，所以等一下你的脚撑起来的时候，放上水盆，水盆摆在你的脚上面，你要很稳，稳定的撑住它，你只要掉下来或者里面的这个小玩具掉出来，你就是要淘汰了。现在先把脚举起来。这多高？举起来，这样可以吗？举平，举平，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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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准备，好，一边，手开这样可以，可以，随便你。哇，开始了啊，开始了。啊，然后不要晃了，你解脱。出来哦，腿也不能。啊，这边在抖了，这边在抖了。你不要笑啊。七个哦，我再抓两个，再抓两个，所以谁掉下来就抓，就差两个。我忘了，你是不是口渴了？喝一下。哎呀哎呀哎，这里歪了啊！风帆歪掉了，你给我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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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了。杨东在抖了，哎，君君在抖了，够了。女生的点，女生的点，不要输，不要输，不行！不要输，不要输，不要输！快，我们真的，我们真的，啊，这样不行了，站住，朋友们，练最困难要站稳，站住！你们都在健身，娟娟称赞，我们都在看。哎，黄队这么厉害，哇，这身，陈东哥不行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呦，黄哥很懂，黄哥很懂。哎。过来看看啦！加油加油，撑着！再抖了再抖了！有有有有有，摇晃！哎，国林很强哎！我怎么样？下来了！阿娘，你放下来了，阿娘！哎呀，干嘛下？我等你先下来。红哥放下，很轻松哦，解脱喽。红哥放下来了，休息了。放下来，好舒服哦。趁阿娘跟春风洗手。放下来，好舒服哦。今天脚可以轻一点，没关系。不行了，不能做，你做什么？身为一个棒球员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最后一颗球。等一下，你写的神经还有啦？哎，你看表情，刚才神经啦。我的，哎，阿林，那看你飞出来嘞。就是你的绝杀球。完全没有的呀！我就是厉害哎哎，江宏恩还以为他很强哎，好，他那个躺着不强，他的真的，是是是 ，OK。